来看青梅竹马，两个人擦出暧昧，可是其实对鸡肥味，来你自己解释一下，你们三人的关系到底是？就是我们就是已经决定要结婚了嘛，所以就对于比如说小时候的孩子玩伴，就是当然就当做妹妹一样的疼爱啊，就是天白的妹妹就是我的妹妹啊，一起照顾。是吗？然后还是这样子、啊。好，我先不能爆雷，请大家期待啊、哦。我就会好好的照顾你。OK， 那天白你怎么看待这两位美女呢？来，陆云。天白，我叫你天白，是不是叫天白？我叫天白，快发呆了。天白，陆离怎么看待这两个女人？怎么办？爱情是没有办法解释的，爱情没办法解释，那就用行动表示了。就是在纠结之中吧，纠结之中。如果是你的话，你要怎么选？对呀、啊，这好难，两个都这么完美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就看一案之价了。所以都包下来了。哦，你是两个都要啊？没办法，一种打包的概念，你什么状态？花心，这不是其实很多花心的状态。如果真正的容易那个决定的话，就没戏了。有道理，对吧、啊？所以我们请看戏就知道结论是什么。对对，结果一定会让大家出乎预料，因为真的啊、千回百转的。好，那这样子，今天不管结局是什么，毕竟我们耗费巨资办了喜宴。你知道喜宴，我们华人习俗呢，就是要抱新娘入洞房，所以接下来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，就是新娘抱，怎么样？大家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有什么问题吗？我们在刚刚在台下讨论的是，因为他们的衣服比较少，会不会冷？但是佩嘉说，他其实上台的时候，身上接触上台的时候，其实是不会冷。好，谢谢。季培会很期待这一趴，对不对？哦。我有点紧张。好，那你先来，好吧？好。好吧。那你去报，交给你了。哎呦，都准备好了，来，到底谁报谁？好，我们一组一组来吧，因为这一趴哦实在是太复杂了。我们尽量呢让他们都完成娶到自己喜爱女人的一个愿望。好，首先我们先请，好，既然季培慧很享受，来请到舞台中央来。天白，先试试看你跟季培慧这个未婚妻的默契如何。新娘报。新郎抱新娘，来，你可以的，你可以的，好，好，撑住，好，要有爱的感觉，要有爱的感觉，对 ，Yes，Yes，Perfect， 哇，哎，他体能真的，哇塞，名不虚传啊，不名，好，哎，对着镜头，对着镜头，对，视野丢丢，好吧。你怎么一副好像要抛绣球的感觉？好 ，pose，come move， 来，我们先拍照片。好，这下戏梅威可嗨了，真的是。哇，陆迪真的很强哎，感觉他的臂力。在过去呢，陆迪已经参与过水行侠还有黑气精彩的演出，感谢他的加盟，让我们这个迷安之家如虎添翼。而且你看他那抱女人的气势都是非凡的哈。好，拍镜头，对，好。辛苦了，撑一下。刚刚季培慧还发出了娇声，让好多人羡慕啊！好，接下来就麻烦了，因为我刚刚说，虽然他有个未婚妻，但是碰到青梅竹马的黄佩嘉丽来的时候，他又有点心动。当年的小女孩长大了，来，丽兰，请跟天白合体新娘抱 Part Two。你可不可以大气一点？不要怕，不要，你里面有安全裤，我看到了，没事的，白的嘛。好，哎，旁边这是花童吗？吴先生，你家也是新郎 ，OK？ 对，现在还是天白。还有地方，还可以吗？要不然先缓一缓，你要不要休息一下？好，可以。小心踩到 ，OK。不要怕，不要怕，没事。很像婚礼常会看到的画面，就真的一阵混乱，然后婚纱乱到多处飞这样子。对，小心。好，啊，佩嘉在抖啊，兴奋开心是吗？好，表情要好啊，明天报纸才好看啊，待会新闻才美丽。好，左边，好，中间。哎，陆迪真的很壮哎，你放心，我们现在目测觉得他是非常稳的。佩嘉，你放心，说你享受就好了。
我觉得婚礼我完全不担心，我担心的是后面比较瘦的人啊。好，自己举手就好了。婚礼我一点都不担心啊。好，还有左边。好，哎，其实这对也不错啊，你觉得呢？心里很酸。心里很酸，你好入戏啊，接别回。好，三人一起来，来一个三人行的。没想到1890年的人就这么乱了。那个时代的马六甲发生了什么事啊？我说朱老师，好，谢谢。好了，我们让陆迪休息一下，来掌声给他拍拍手了，好不好？真的是太敬业了。好了，没想到千里迢迢来参加手艺会，要付出这么大的体力代价。接下来来配下别走，你三个新郎哎，还天哪，你爽的嘞。好，哪一位？下面你要点哪一位？先让表弟堂弟来好了，天青。好，我们试一下，因为怕踩到会危险啊，量化到。现在是地狱来的大魔王，他英年早逝，但他非常喜欢丽兰，他希望呢能够娶到她。丽兰当然不愿意，可是为了救爸爸，他决定下地狱，还可以吗？啊，你要跟他，他刚深情款款的看着，对戏一下 ，Action。Oh yeah， 想亲我们不反对，不反对。哎，怎么突然？好，我看一下 camera 啊，从左边。哎，没想到天青看起来瘦瘦的，也蛮有体力的。哎，你们这一家人都很壮哦，天青、天白、DNA 不错啊。好，来看一下右边，他在里面呢，真的是一个大反派哦，好坏好坏哦，可是也好帅好帅，可能会是史上最帅的一个反派，请大家期待。好，可以吗？谢谢。好，最后来欢迎的是天神。活了500年，到处办案，结果碰到了一个让他卡关的娘惹姑娘，马六甲的美少女丽兰，康仁兄请二郎抱起丽兰。他们在戏里面呢比较害羞，不太敢做接触的，可以吗？到底谁才是正宫呢？哇，请大家看戏就知道。好，可以的，耶！好，加油！好，站稳！好，谢谢，小心滚了。好，你是坐在他的手臂上吗？哎呦，那也不错哎，蛮稳的。哇塞，好，那他不是又抱着，是又让你坐着哦？有一种好像神明在要干嘛的吗？怎么又坐着嘞？新娘抱。好。好，给大家看一下幸福浪漫的感觉，完全你们在戏里面不能太靠近的那个状态啊、哦。好，谢谢。好，哇，出乎预料的，陆迪啊，还有这个施广也都非常壮，当然吴汉仁也不错，完美的发声。还有 OK， 新娘，好，软脚的，好，现在知道穿新娘婚纱是很麻烦的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刚刚有人说我们想要加码一个画面，因为这部戏呢颜值非常高，我们先让两位美女啊，两位女生该怎么抱呢？来，请两位来金培慧，好，回家。好，姐妹来抱一个。好，很明显的就是啊，人前强颜欢笑，人后呢互相捏啊，捅刀，对，应该有一个这样的情境才对，因为确实是这样嘛。好，另外一只手在后面应该要插他的这个位，哎，配上你的手不太对，你的戏不太好，对呀、yes， 啊，人前是笑的，笑里藏刀，好，很好，后面捅他一刀，好，很好，谢谢两位姐妹花。另外一组颜值很高的就是三位男星了，来，这要怎么，三个男的要怎么抱呢？我们来考验一下三位啊、哦，都很会演戏的。啊，陆迪、康仁是吧？这招有一点怪哎，这个是也行，大家人鬼神大和解好吗？不要再打了哦，来看前方，康仁我还没有放过你呢，还没有拍完，他眼神跟我求救，我不理他。好，左边，好，人鬼神合体喽，我们大家相亲相爱好吗？不要为了黄佩嘉吵架。好，黏得你好紧啊，辛苦你了哦。好，享受一下。哎呀，你过去人心念那么多了，你还怕这个啊？来，好，左右两边亲一下啊、哦，来，左右。
还有这个办新婚 party 的那种热闹的 feel 哦。谢谢五位演员，你们太棒了。所以我们要拍一个家族的合照，来，我们上椅子。好，待会我们邀请家长再次的登台。啊，对对对，先登了，对不对啊？对不起，被这几个鬼搞到这样，来。好，过年快要到了，我们在一月二十三号小年要上档，所以五位演员他们说想写一个吉祥话送给所有 Netflix 的粉丝跟观众朋友。那你们五位讲些话嘞？好，那就各位，谁先来第一笔？哈伦先啊。好，这个是因为压克力颜料，所以要多沾一点，多沾一点哈、哦。好的，来了来了，第一个是要写什么？我们看一下，吴康然要写的是。你的字写得好吗？小时候有被逼过的愿望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啊、哦，把话说的这么满，等一下谁丑会很好笑哦。一出来就说，小时候有愿望。好，第一个字我看，来写一点，辛苦了。墨也要沾多一点哈，因为它是亚克力颜料，你可以多沾一点。好，你可能要多点点点点点这样子。对，用那个像涂油漆那样反复的。好，你尽量哈、哦，灯笼有空隙啊、哦，所以比较难填补那个颜料。来，齐培培，听到这音乐，想要跳点中国舞的，来，来，音乐，来参加露迪来音乐。我们还有两位小伴舞的，这个可来极了。完蛋了。好，什么？这什么字？这啥？这几下？我啊。没关系，我们灯笼还有另外一面，来翻面。别要翻一面，我们翻面。看得懂就好了啦，哦，意识到了，可以了哈。好，谢谢康人。第二个字，一人一字，何新春哈、啊，代表 Netflix 送给所有的观众朋友祝福。好，一人一个字嘛，五个字。好，再来是谁？陆迪吗？好，陆迪加入。好。康人在做修补的动作啊，康人慢慢来没关系，把它填满，把它填满，好，哎，陆迪要干嘛呢？陆迪也打了个钟，不是，他还要填补吗？哦，他好像是画了一个。画了一个，对，画了一个天星在地狱喜欢吃的猪心啊，还有鸡内脏啊，他画了一颗心呐、啊，哎，我心 ，OK， 两个字了，好，可能都写正面好了，都写正面哈、哦，哎，旁边说你们快一点啦、啊，因为要开始首映的啦，几点要播？七点十分，现在几分 ？OK， 好，不是我不快，是演员慢。你看这五个人玩起来，傻眼了。我心，田先生你在干嘛？你在画画吗 ？OK， 好，我们地狱的堂弟天星画的是，哦，他画什么？哦，老鼠啦、啊，好哦，我心鼠，漂亮，好，哇，真的是我今年看到最不像老鼠的一只，耳朵在哪呢？老鼠要耳朵啊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对呀，一直画个尾巴 ，OK， 我心鼠什么呢？好，这个太为难了，因为它不是一个平面啊，真不好意思，让我为演员献丑了，好。大家要看到他们完成的灯哦。我心属什么？这家写的是鱼是吗 ？OK， 鱼漂亮，这个很好。那我心属于谁呢？好，来培培，季培培，最后一个字。我心属于，哇，好开的一个米哦！你可以靠近一点吗？变得好像首尔的尔鱼尔。我心属于你，
哇，这个灯笼我们拍完照会立刻销毁，千万不要拿回家，也不要留在他们任何人的视线范围内，毁了它。好，来大家围绕一下，谢谢你们的祝福，我心属于你。啊，放下笔，来，我们来靠近。好，哎，你还要再加吗？你要加什么？哦，惊叹号。哦，你真的很会耶。对，其实发现他们的我还算是最看得懂的。如果你如果这么厉害，把 Netflix 都写上去吧，拼起来。好，加油。好，那啊，写个 N 就好了，写个 N。然后下面画一个圆，表示序号不稳。每天看到这个我就很生气，网路可以快一点吗 ？OK， 来，请副会合照，哎，放后面这个字，我帮我收一下，墨汁。好，我们多希望每天打开 Netflix 就噔噔就可以开始看，总是有那个过程。好，请五位，另外哪边？对，好。看两张，这样可以了哈，看清楚了，来，谢谢。好，五位靠近一点，来，相亲相爱哦，该勾的勾起来哦。你看我们这个陆地这队都有爱，你看 ，gentlemen。好，请看中间，我们包括摄影师。好，接下来会有一个特效啊，请大家留意一下哦。好，在这里呢，我们就祝福所有 Netflix 的观众朋友，新年到了，然后呢，我心属于你，更要属于彼岸之家。在此，我们也预祝1月23号小年夜 Netflix 彼岸之家全球上线成功，好评不断。谢谢，好，顺利圆满。新郎新娘请往前站一点点，这边顾问以及两位导演一起回到台上来，站在我椅面的后方。来一张照片，是家长跟新郎新娘的大合照。再次欢迎 Daniel， 还有郭导演、郭修帅导演、何导演、何宇鹏导演，还有制片顾问吴凯玉小姐和朱阳希老师，原著作者。谢谢你们一起到台北来参加我们的首映，希望你们玩得开心啊、哦！台湾很疯狂吧？哦，好，谢谢人，谢谢导演，谢谢作家，谢谢编剧，谢谢给我们工作，谢谢观众给我们工作，还有媒体，谢谢你们给我们工作。好，谢谢，大家离他远一点啊，不要被沾到。好，请看前方，来一张幸福洋溢的大喜婚礼合照。好，谢谢，感动。好，接下来要应景的，我们提早跟大家拜个年好吗？我们华人的习惯，来，拱手一下，谢谢。恭喜发财 ，Happy New Year，Happy Chinese New Year。好，左手边 ，Left side please，Left side， 左边麻烦。好 ，right side please， 谢谢右边。好 ，center， 谢谢中间。好，还有哪边需要谢谢的？好，那我们就结束今天的首映会哦，准备进场看第一期哦。谢谢各位的光临，谢谢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我心属于你，彼岸之家上线成功，谢谢，谢谢大家辛苦了，好，谢谢导演。好，陆迪小心啊，陆迪不要再争了，你也不要碰别人。